密布的苔藓。在台湾200多个高山湖泊中，隐身北台湾山中的鸳鸯湖，因为坐拥台林、扁柏纯林，成为独具特色的山中秘境。升起，在四面环海的台湾，海拔1500公尺至2500公尺的高山是最大的降雨带，潮湿又云雾缭绕的气候形成了雾林带。这边有洞哦，小心哦。约4000年前，鸳鸯湖是一个狭长山谷，东西长约595公尺，中间最窄处只有20公尺。因为山石崩落，堵塞了两边的出口，经年累月的积水而形成了湖泊。
鸳鸯湖哈，它在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是大概位在中海拔哈，大概已经快接近高海拔，所以这边旁边的森林啊，大部分来讲出现的是扁柏这样的一个块木林。这个湖啊，它的形状啊，它其实是一个狭长型的，好，那大概是中间是一个湖面，那前面入水口这个地方哦，稍微狭长一点，那到出水口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狭长哦，所以它其实真正来讲话是一个狭长型的一个湖。这边的形成哦，就跟很多的湖都有点像哦，都是在那个河流的源头，那源头的部分哦，它的出口哦，刚好是淹塞了以后，那淹塞了以后，那所有的水就被挡住了。那所以它是有点像是类似一个堰塞湖。由于地处台湾最湿润的中海拔雾林带，气候的特性保存了台湾中海拔的森林样貌及高山湖泊生态系。因此，自1969年起，针对鸳鸯湖本土生物以及高山湖泊的各项生态调查陆续展开。到了1986年，则更进一步将此区公告为鸳鸯湖自然保留区。早期鸳鸯湖要把它保留下来，是因为是保留它旁边的整个生态系，好比说块木，尤其是扁柏存林的生态系。那第二个就是里面的一些湖沼里面的稀有植物，啊，那整个森林基本上来讲你是要保留下来。哦，那它有些枯枝落叶下来的时候，慢慢这些有些一些变成淤泥以后，它会慢慢冲到这个湖沼里面来。那当然湖沼也可以就等于是变成是东海黑山人能够长的这种环境啊，所以整个湖沼里面才会出现有这个东海黑山人。原分布于东亚温带地区的东亚黑山楞，全世界约有15种，而台湾仅有一种。1972年，首次在鸳鸯湖被发现，为稀有的水生植物。台湾野外只有鸳鸯湖、神秘湖等三四处记录。来讲东海黑山人哦，它是要比较在那个有一些泥沼比较多的地方哦，就是浮动的泥沼比较多的地方，或是有一些大水带来的时候，通常会把一些细泥带下来，东海黑山人就会喜欢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一般来讲的话哈，我们调查台湾的几个山地的湖沼哈，我们就发现说东海黑山人只出现在几个地方哦，像好比说神秘湖啊，轮皮啊，或者说像草皮啊等等这一类的哈，当然鸳鸯湖这个地方哦数量非常多。其实你这样的湖泊，其实这样等于是有干扰有波动的这种湖沼其实不多，刚好也是借由这个植物当做一个指标，就把这个湖泊保留下来。受到保护的鸳鸯湖保留区少了人为的干扰，自然生态保存完整。除稀有的东亚黑山楞，保留区陆陆续续更发现了多种台湾本土特有新种植物。
树冠上面有时候它有附生一些植物，像好比说黄花灼胜杜鹃啊、台湾一叶兰啊，这些都是比较稀有的。那甚至有一些藤本类的，早期也是在这边调查的时候发现的，像好比说柳氏悬钩子，在地上有的鸳鸯湖细心啊、鸳鸯湖龙胆等等，这些都是早期在这边后来调查的时候发现。好，那水里面的话，就是像好比说族群很多的东亚黑山人，好，那还有一些就是像小叶四叶绿等等，这些都是比较稀有的。是因为早期湖区经常可见悠游于湖中的鸳鸯候鸟而命名，但近年来已经很少看到鸳鸯的踪迹。原始森林原为动物生长地方，走在鸳鸯湖内林道或湖周围的山林间，除偶尔听到鸟叫声及夜晚出没的山羊等少数动物外，鸳鸯湖保留区少见其他的动物。我们有把这三个流域啊、哦、做一下研究啊、哦。那第一个是旁边的一个集水区，跟鸳鸯湖这一个集水区。还有下一个就是160170这个林道这个集水区做一个比较，那你可以发现说在这个集水区的流域里面啊，蝌蚪科还有一些比较高的樟科的植物啊，大部分都很少。那我们知道哈、啊、那个包括动物来讲，它比较喜欢的大概就是一些蝌蚪科的一些果实，或是说像樟科浆果这一类的。因为所有的食物链里面来讲话，植物还是在最底层。那如果万一说像这种浆果类的啦，或者说像蝌蚪科这种坚果果实类的哦，如果食物没有的话，其实有些动物它不一定会来，哦、所以也许也是这样，会动物会稍微少一点。鸳鸯湖面积不大，只有3.6公顷，但因地处台湾东北部，常受到台风侵扰，加上湖水底部又有一个出水口，湖水会很快地宣泄出去，在台湾高山湖泊中罕见。这个湖泊的特性哈，第一个就是它在中海拔嘛哈，所以它的湿度非常高。第二个啊，就是在这边他们也发现啊，常常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大雨下来以后，因为我们在我们台湾啊，常常会有一些暴雨啊，像好比说台风带来或其他的夏季的暴雨带来的雨，那带来的雨水以后哈，整个会在短暂时间之内啊。就把这边的水哦，升高，水位升高到2米啊、哦。那2米的时候，很快的这些水又可以马上退出去啊、哦。所以，这个湖泊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有点像是叫做扰动的现象啊、哦，就有点像我们那个电脑啊、哦，突然有一个就是突然有一个停电或什么，它会有一个脉冲的现象啊、哦。所以，那脉冲的现象呢，就会把某一些像淤泥啊。或者说一些杂质哦，也许它水快的话，可以把它带出去，啊，所以这个湖泊稍微有一点自净的一些功能。那像这样的湖泊，因为也要配合到地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狭长型的，所以水下来的时候，很快的它所有的淤泥也会带出去，啊，那如果是比较圆的，可能没有出口的，可能就不行，啊，所以它这个湖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湖。
你上给老师看。中间人说因为你，我帮你调头的位置，然后你去抓船头。哎，不行，你要跟我坐同一边的。我要不，哇哇哇！我要坐这吗？对，随便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又一样。暴雨所带来的湖泊扰动更新作用，且因不受人为干扰，使鸳鸯湖的生态研究深受学术界重视。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长期以来就进行鸳鸯湖的生态水文监测。在欧盟，它联合国，他们其实都有成立一些高山湖泊的专门研究的一些计划，去探讨高山湖泊对于那些气候变迁的影响。台湾因为它是在亚热带地区，然后它其实受到暴雨事件本来的影响都是比较强烈的，这也是造成我们生物多样性比较多的原因。国外的话，他们可能没有台风，像欧美，它比较没有那么激烈的暴雨事件，然后他们就会有冬季的时候到春季的时候会有一个融雪，因为那冬天的时候水面会结冰，结冰的时候呢，那个冰块的密度会比较低，所以它会在上面，然后当它一融冰，它就水会沉下去，然后是一个反向的，就会把它沉下去，要把那个水要重新一个扰动。提供上层生物的养分，这个主要就是台湾跟国外的一个高山湖泊的一个差异。在台湾，我们的那些高山湖泊，它的水文的扰动主要是来自极端的降雨事件，可能是台风啊、暴雨这样，就会，所以呢，那些扰动会其实直接影响到水里面的食物链的结构。如果在气候变迁的前提底下，它降雨又变得那么频繁，强度又那么强的时候，它做成的扰动，可能我们很需要去量化它，然后去了解它到底因为这样气候变迁，它到底对于湖泊生态系统做成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是一个破坏，也可能是一个帮助，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现在就利用鸳鸯湖作为我们其中一个探讨的基地，它的食物链比较短，换句话来讲呢，它里面的组成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去了解，然后它也是一个比较没有受到人为干扰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单纯的去了解气候变迁的影响。而鸳鸯湖的另一个特色，则是与湖边周围的扁柏等植物
形成一个特有生态关系。讲呢，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特性，就是它是属于异营的生态系。作为湖泊，它一定是一个水体，然后那个淡水的水体里面呢，它的养分可能是来自旁边的植物的落叶，也可以是来自它水里面的一些藻类。水里面的藻类当然都是吸收太阳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就产生能量去 support 它的食物网、食物链。但是呢，作为一个异影的生态系统，鸳鸯湖它的能量来源是来自旁边的植物，它的落叶、它的碎屑，甚至一些木块啊、动物的尸体，那些分解之后就成为食物链的主要的一些基础。请问到哪里？哦，到1600到。1600，麻烦你请登记哈。OK， 好，谢谢。那拿1600的钥匙给你了。好好，谢谢。慢慢慢慢进行做学术研究，所以一般他们现在这个地方保护的非常好了。我们现在林道的左边这边就是莱阳溪的溪谷嘛，然后林道的那一边那个山脉，那个就是中央山脉，那边是太平山，然后我们在的这边是雪山山脉。这个雪山山脉跟太平山，它从北边就是大概海拔1500到2500公尺，它沿着雪山山脉一直往后延伸，它延伸到那个大霸尖山跟雪山那边。那这个部分，它整个海拔1500到2500公尺，大概都是快木林。全世界扁柏属大概有7个分类群，那这七个分类群，它们所生长的地方都是需要比较湿度高的，降雨量高的。所以曾经有一个学者，他分析了全世界这个快木属的这个物种，他们所分布的地区，它的环境因子，他们发现说这个地方，温度不能太低，不能够低于零下，然后可以到零度，但是不能太低，下雪啦什么，大概它就没办法长。那湿度的话，一般来讲，这七个分类群，它们的降雨量大概都在1500到2000毫米以上。那台湾的扁柏跟红块，它的降雨量是所有七个分类群里面最高的，它的降雨量年降雨量可以到3000到3500毫米。这个物种它特别喜欢在潮湿的这种雾林带。湖所在的七兰山，沿着雪山山脉往西到新竹司马库斯，往南到台中的大霸尖山，由于气候条件的适合，成长着台湾天然的快木林。全世界扁柏属总共有七个分类群嘛，那东亚这边有4种，
美洲那边有三种，东亚的四种在日本是日本扁柏跟日本花柏。那日本扁柏因为他们的日本的开发历史非常久，所以日本扁柏在现在的话大概残存的天然林据我所知道大概是非常非常少或者甚至没有。台湾的两种的话主要是台湾扁柏跟红块，台湾扁柏跟日本扁柏的亲缘关系最近。那台湾扁柏的话在台湾的北部主要就是分布在雪山山脉这个地方啊，所以从雪山山脉大概从宜兰的北边一直到将近是台中县，这整个全部都是很大面积的台湾扁柏的天然林的保留的地方。鸳鸯湖保留区临近的太平山，日治时代光复初期，原始林木已多数砍伐，鸳鸯湖则因位处山林深处，道路不便，这处天然块木林得以保存下来。发现鸳鸯湖它那个地方它的那个生态环境非常特殊，因为沿路基本上都是森林，可是在鸳鸯湖那个地方他们发现有一个高山湖泊在那里，所以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它的生态特性非常特殊，就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保护区，然后就把它保留下来。西兰山区保留着台湾最大面积的原始块木林，是台湾雾林带森林的典型，而鸳鸯湖因雨量高、潮湿高的独特天候条件，保留区内更以扁柏林为主要的优势林项。鸳鸯湖跟鸳鸯湖附近这个地区，它的台湾扁柏的数量会相对来讲比较多，那红块的数量相对来讲比较少。我们如果从野外的分布来看，自然的情况的分布来看，台湾扁柏它生长的海拔比较高一点，相对来讲，红块生长的海拔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所以如果以这个海拔分布来看，它们其实所生长的环境有一点不一样。那主要是牵涉到两个，一个是温度，一个是云雾的浓度跟频度。那如果以分布来看的话，台湾扁柏它喜欢的那个云雾的浓度跟频度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它的温度相对来讲要低一点，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鸳鸯湖这个地方它台湾扁柏的数量特别多可能一个重要的原因。鸳鸯湖那附近啊，它基本上是台湾扁柏的纯林。那这种纯林它的结构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它的上层树冠层全部都是扁柏，像现在这样子，它上层树冠层全部都是扁柏。然后它的中间应该本来如果正比较跟阔叶林有混生的话，它的中间会有一个阔叶林，大概30公尺左右的阔叶林的树冠层。那鸳鸯湖就没有这个树冠层。那再往下的话，就是它的灌木层，大概是8到10公尺左右。所以鸳鸯湖的那种扁柏林，它我们比较会称它为是台湾扁柏纯林，就是因为它的上层的树冠层它的生物量非常的大，然后底下的阔叶树它的生物量相对来讲就比较小，所以我们称之为是台湾扁柏的纯林。所以它这边左边是溪谷，我们现在已经快要上到比较棱线的部分。
门线上面会有一小段芒草，非常的多。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在棱线上，然后那边就是溪谷，刚刚是从这个底下的溪谷上来的，这个是扁柏的根盘，我已经腐烂了。它扁柏很特别，它就是中间都有这种中空，它的心会腐烂掉，好像是说是真菌的作用啊。走路要小心一点。好。倒木上面呢，或者是柱头那个树盘根盘上面，其实有很多小苗，然后蕨类啦、附生植物啊，都可以长在上面。看得到很大一串。烟雾弥漫，潮湿多雨的气候，这里也成为适合苔藓植物的生存环境。一般我们看到的苔藓植物呢，它是属于比较低等原始的植物，那跟它所附着上面的所谓的红块扁柏是比较不一样。红块扁柏它是利用花粉然后传播，然后产生种子繁衍下一代。那苔藓呢，它必须要靠水分，因为它是产生精子跟卵子，那必须精卵必须靠水分来结合以后才能够产生下一代。那这个地方呢，刚好是因为它的高雨量啊，然后高湿度啦、造就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苔藓它是非常优势的一个植物，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就像地上啊、树上啊，满满到处都是。湿的环境，但鸳鸯湖区的苔藓植物数量密度之多，是其他高山湖泊罕见，甚至形成了苔林的壮观美丽景象。鸳鸯湖这边的这个苔林哦，可以说算是台湾最壮观的一个地区啦，其他的地方即使有附生性的这个苔藓的话，也没有这个地方这么多。那其他地方像松罗湖呢，虽然说它也是苔藓非常的多，就是像泥炭苔啊，整地满地都是，但是就一般来讲，它树上也没有这么多的一个苔林，所以说鸳鸯湖地区的这个苔林呢，可以说是台湾最独特的一个景观。会形成这样的苔林哦，其实跟地形有一些关系。那刚好这个鸳鸯湖旁边有很多的原始林，
那这个地形又属于是比较封闭的一个凹陷的山谷地区，所以那个湿气一上来的时候就会维持在这个地方，就不容易散得开，所以它湿度一直都维持很高，所以就会到处都会长满了苔藓，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苔林景象。松罗湖跟翠峰湖它都比较开阔，它的湿度没有办法整个聚集在这一个小区域范围内，所以他就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苔林的景观。鸳鸯湖的苔林虽然壮观，然而根据调查研究，该地的苔藓种类约有40几种，仅占台湾1300多种苔藓中的少部分。此外，湖边森林内苔藓的数量密度相对也比鸳鸯湖外的区域来得多。它的那个环境对它的影响蛮大的，就是说某一种环境只适合哪几种苔藓会在那边生长，那其他的苔藓就比较不容易进到这个环境来，就是说它对环境的选择性还是蛮强的，所以这个环境可能刚好适合这几种苔藓在这边生长，所以它就长了很多，那其他的就不见得适合在这样的地方生长，所以它的种类不是很多，但是量非常的大。厚厚的泥炭苔布满了鸳鸯湖的沼泽区，宛如一大片黄绿色地毯，它是鸳鸯湖主要的优势苔藓之一。是因为泥炭苔它所造成的一个环境是适合它自己生长的。一般来讲，泥炭苔它会就是分泌很多比较酸性的物质，那这酸性的物质就会影响其他植物的生长。那渐渐的，像沼泽区啊、靠近湖边的地区啊，因为水分多，泥炭苔本身的酸性环境的话，只适合它自己生长，所以它就越来越多，那其他植物就越来越少。具有固碳的效益，如同绿色植物一般，泥炭苔会自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但是在泥炭苔死后，因为细菌分解缓慢，不容易腐败，因此在光合作用后存在于体内的二氧化碳不容易被分解释放。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太高，是形成温室效应、气候暖化的原因。在鸳鸯湖或是高纬度的欧洲国家，因为泥炭苔在该地的分布面积广大，又是主要优势植物时，就使得它的固碳作用与效益更显意义与重要。鸳鸯湖保留区
台湾最大的原始扁柏林，更有台林的独特景观。保留区原始林内处处可见的枯倒木上覆满了苔藓，这两者间还存有一个特殊的生态关系。随着云雾的阵阵飘送，树丛间攀附的苔藓植物随即发挥为森林吸收自然界降水的功能，在吸收水分的同时，更一并吸纳了大气水汽中所夹带的养分，对所属的生态系统带来了贡献。苔藓有很多的功用，那其中一项功用就是它可以涵养水源。那像这个降雨很多的地方呢，它当降雨量很大的时候，这边的苔藓的又是这边的优势植物，然后它的量很大，那水源就可以经由这些苔藓的吸收呢，不会很快的就是流失。那像我眼前这棵苗木呢，你可以看得到，因为这个倒木上面有很多的苔藓，那因为它的水分比较充足，那种子掉在上面呢，它的种子就很容易可以发芽成长建立，那对整个森林环境来讲，这个森林的结构来讲呢，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可以帮助苗木的建立成长，那就维持这个整个森林的一个更新的一个环境。块木的话，包括台湾扁柏跟红块这两种树种，它大概根据我们现在研究结果，大概知道这两种树种主要有两种更新方式，一种是崩塌地更新，一种是倒木更新。那红块的话是比较倾向于崩塌地更新，那台湾扁柏的话是比较倾向于倒木更新。所以现在这个台湾扁柏，我们看到这个景，它就是最底下这根倒木。这根倒木它上面会长出那个小苗出来，小苗发芽以后，它会长成大树。等到那大树死掉以后，它又倒下来，所以上面就会倒一根横的斜上方的那个倒木。然后这个倒木倒下以后，它上面还会再长出新的幼苗出来，所以这个幼苗会再长成大树。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直立的这一棵，所以这棵大树是第三个，就是那个倒木最底下那个，然后中间的这个，然后最上面这个才是最新的倒木，所以现在还活着。所以这样的时间大概可以经过好几千年。鸳鸯湖跟鸳鸯湖附近这个地区，主要是还是以台湾扁柏为主。它的那个森林的状况非常好，它包括几种不同的林型，包括像台湾扁柏纯林，还有一些针阔叶混合林，然后还有一些是针叶的混合林，包括台湾扁柏跟铁杉的混合的这种森林。所以这个地方它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还有它的物种多样性，那基本上都非常特殊的。所有的湖泊里面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植物哈，那每一个湖泊我们都希望说把它保留下来，尤其是里面的稀有植物能够维持下来。如果你今天把这些湖泊保留下来，那当然我们就可以慢慢去做研究，了解说为什么这些稀有植物能够在这个湖泊里面存活下来。那这些资料呢，
经营的资料，我们就可以来当作其他没有划入保护区的这些湖泊的经营管理。那我们就会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稀有植物是怎么来，那它的生态的状况是怎么样。鸳鸯湖，云雾中的山林秘境，没有人为干扰下，保有台林、扁柏纯林的独特生态，而湖泊独特的扰动作用，在气候变迁冲击影响的现今，或可提供解答的线索。